你好，我叫尹阳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好，我叫张子瑜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21岁了，你呢？我今年19岁了，你来自哪里呢？我来自中国四川省成都市，你呢？我来自中国陕西省西安市。你学的什么专业呢？我学的专业是传媒，你呢？好巧，我也是。你今天做了什么呢？我今天去公园散步了。你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？最近没有看电影，因为我在忙着写作业。你会骑自行车吗？会，我经常骑自行车去上学。你喜欢旅游吗？喜欢，我很喜欢旅游。你早餐吃了什么？我吃了面包，你呢？我吃了粥和包子。你平常喜欢做什么呢？我喜欢听音乐和看电影，你呢？我喜欢逛街和看书。你喜欢中国菜吗？我很喜欢中国菜，尤其是糖醋里脊。你会做饭吗？会一点，我比较擅长的菜是西红柿炒鸡蛋。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呢？我喜欢看科幻题材的书，因为我觉得很有意思，例如《三体》。你周末喜欢去干什么呢？我周末可能会在家休息，或者去拜访朋友。听起来不错。你今天有什么计划吗？我打算去图书馆看书，你呢？我打算去健身房锻炼身体。好的，很高兴和你聊天，下次见。好的，再见。你好，我叫陆畅。你好，我叫贾艺林。你会写汉字吗？会一点。你有兄弟姐妹吗？有，我有一个哥哥。你喜欢看电影吗？喜欢，我喜欢看电影。你喜欢哪个电视节目？我喜欢歌手。你喜欢上网吗？喜欢，我喜欢上网。你平时几点起床？我平时8点起床。你平时几点睡觉呢？我平时晚上11点睡觉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打篮球和游泳。你喜欢跑步吗？喜欢，我喜欢跑步。你喜欢喝咖啡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喝咖啡。你最喜欢的节日是什么？我最喜欢圣诞节。你喜欢下雨吗？喜欢。你会开车吗？会，我会开车。你喜欢冬天吗？喜欢，你喜欢夏天吗？喜欢。你喜欢春天吗？喜欢，你喜欢秋天吗？喜欢。你喜欢喝什么饮料？我喜欢喝百事可乐。你喜欢吃甜食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吃甜食。你最喜欢的地方是哪里？我最喜欢中国。你会唱歌吗？会一点。你会跳舞吗？我会跳舞。你喜欢学习中文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学习中文。你喜欢打篮球吗？喜欢，我喜欢打篮球。你喜欢打羽毛球吗？喜欢，我喜欢打羽毛球。你喜欢看书吗？喜欢，我喜欢看书。你喜欢喝牛奶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喝牛奶。你喜欢吃水果吗？我喜欢吃葡萄。你有朋友在中国吗？有，我有朋友在中国。你喜欢写字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写字。